真正爱袂去啊！啊无咧，啊人拢已经敲电话来放贴吧，我胡哥敢有可能遐会输啦？毋敢出来面对，啊是讲杨立功一个人是较好应付啦。啊，若万一伊若落人咧，胡哥，咱助理再去机顶看。好啊啦，即摆我拢已经来到遮咧，啊若外头就扫吼，我以后免啊伫咧江湖敢徛起，恁会当无胆，即个面子我是写袂起啦。啊，而且咱即摆是五个人咧，是咧惊啥？行。奇怪，啊！咱明明到胡哥用这个时间，伊人哪会遐袂到啦？你坐好，我刚刚拍感觉，刚刚等，哭死，一定爱知，袂当让看出你就紧张。阿哥阿姨，我这把心脏我跳足紧的呢，而且还佮敢若淡薄咧唱歌。这无，我伫山下伫遮陪你，你是咧紧张啥？ 哎、欸，虎哥，<咳>这我大概刚才弄袂记。哦，听你讲是识你的人，拢叫你虎哥，啊，不过我是你讲的阿姨，所以我就伫只喊你一声阿虎，安尼较真切。阿虎，啥子？啊，恁今仔日专工找这间餐厅安怎？要摆一桌仔请我，搞好势力哦。 杨立功，你叫是你带这三只老狗来甲你相亲，恁爸就原谅你放你出来哦。啊，你讲无可能啦！啊，你若有目线哦，紧甲你欠我的小清清的，若无哦，我看你一摆拍你一摆。哎，阿姆哥虎哥，我听讲你去机顶找我阿爷时阵哦。 去我阿爸拍到底涂骹哀求呢！而且哦，我之前甲你借遐个钱哦，阮哥早拢替我还了，你是凭啥阁要继续甲我讨啊？凭啥？凭你爸下你带晒啊！啊，你甲警察带去我遐，我规个仓库遐个拷贝录影带拢甲警察查封，啊，无遐个录影设备全部计人没收，我一个好好的生理，互你不敢来偷偷偷。啊，这条线我这摆甲你算啊清楚哦。 阿弟袂倒摆录影带本来就是犯法的代志，早摆去警察抓去啊！真乃当拢怪我啊！阿哥再讲啦，就算我害你有损失哦，我哥嘛是给予你一寡钱啊，敢够无够？啊，你是甲提供借贷哦，甲我讲话迄啥物态度啊？啊，你是嫌顶届害你的驾驶啊无够呀？啊，我哥把你一届好啊，教你做人的道理呀、啊！什么讲把你一届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家立功。 之前被你绑架过啊，阿伯，顶摆哦，就是把我绑去山顶关起来，我哥就去要救我，才会发生车祸的，受伤啊。那真正是安尼，阿虎啊，莫跟我讲的伤歹听哦，我嘛是徛伫时代里，顶有靠肯定。人讲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
啊，你若是继续安尼软床亲过，我惊哦，你总有一天会去抓到，无应该抓的，可能连性命都保袂住。阿平，你这时阵来老高啊，听迄个杨立功，恁爸就惊恁哦，啊，啥命保会住，保袂住，也唔知嘞啦。啊，恁有知条吼，杨立功二十四小时好好挂条。啊，若无吼，过去我抓到，看我安怎好好甲你修理。跟我讲的，拢有录起啊，安尼证据应该有够。算了，不然就不要请。啊，对啦，你拄仔一坐来哦，就甲阮呛到，我袂晓甲你介绍我的朋友。啊，这位先生哦，是退休的先生，啊嘛是警察大学的老师，在附近所有的分局的局长、甲副局长，拢是伊的学生。啊，今日头一下甲你讲见面，就感觉足有缘的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归去予伊林立功做客囝。大个，请问安怎？抓到别个老毛，阁袂要紧。阮抓到的是警察的老师呢，伊手底一点，阮不就要死死啊！你搞点点啦！绑票虽然不是唯一的死刑，但绝对是重罪。而且这个少年呢，阁要伤害别人的性命，这是杀人罪呢。等这罪判落来了，我看直到我这年岁，伊可能阁放未出来哦。不过，安尼听起来吼，恁若真正入去坐监。啊，虽然是较无自由啦，啊，不过哦，马上是政府在替你养老呢。无啦，那有啥物绑票嘛？无啥物伤害人的代志啦，吼，对不？迄个阮朋友之间讲生笑，来佚佗啦，嘿啊，甲你讲，你讲对无？想甲你是朋友啊？嘿，那你讲啊，你哪会安尼啊？咱好朋友呢？啊，你顶届不是搁送我迄个扬言的杂志，啊，搁漫画啊，对不？啊！你真正有够无意思的。啊，有一个警察老师伫遮，毋较早讲的，后尾讲遐五四三的，无安尼啦。迄利息莫甲你算啦。啊，警察迄没收遐设备哦，我家己去收啦。安尼有够啊、哦！五哥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得爱顾会到做会到哦。迄是当然的，我是五哥呢，当然嘛顾会到做会到。老师，安尼应该无代志啊。阿伯，这次哦，真正要多谢恁个啦。若不是有恁斗三工哦，我真正唔知要摆脱苦工营啊。啊，你是有钱的囡仔啊，就敢若我家己的囡仔同款。啊，你嘛是明慧的好朋友，我甲你阿伯哪有可能目睭紧紧，看你有危险？阿伯，多谢恁救我。好啊啦，莫二说多谢啦。上重要是你爱记，以后做代志莫这么冲动，爱为家己，为恁厝内的人，加考虑一寡。我知影。说起来，你刚刚面对阿虎那群人表现还挺不错的，至少气势没被压着打。这当然要啊，有恁三个时都要听我哦。我若阁行过路门，唔就是甲恁闹开。阿弟啊，拄只遐伯，敢真正是退休的刑警、警察大学老师？到底是不是真的啦？阿姨阿伯，你就卖阁吊我胃口啦。李工，你阿姨这次确实用了点小手段。但那也是因为善良的人被压迫，总得反抗，所以有时候必须得以恶制恶，才能维持公平正义。无唔对，唔是有一句话讲，后背有人徛，恩赐马嘛会行拄着弯路呀。对付阿好这款人哦，绝对袂当家己客气。哦，所以迄个阿伯的身份是假的哦。啊，不过你从哪会去？俺即个用一寡手段是不得已的。绝对袂当为非作歹去伤害着神明的。我知影，阿姨阿伯，您放心，我袂去做歹代志哦，伤害好人个啦。其实哦，我做欣赏阿姨你懂得变通，无像我妈，一直记得我爸家遐大道理甲原则，结果哦，煞甲家己母仔做吃亏个啦。恁妈是有淡薄仔讲错，啊，不过伊无做唔对啊，咱做人确实爱有原则。啊，是啦吼。阿弟啊，阿爷伯，安尼耍来要去倒位啊？拄食伫餐厅拢无食物件，还是我请你去食面？食面就免了啦，我们还得去见最后一个人。
谁啊？你给我讲。唱出一首人生的戏调。你也练功，多谢阿姨，多谢阿姨，多谢阿姨。拍谁？拍谁啊？我才回来，无去买凉的，啊，就出来干那水，较委屈一下。免啦，啉水就好啊。啊，你讲，啊，拄仔来的时阵，应该讲的话，拢甲你现讲袂？当然有啊，啊，还佫有虎哥现在的事情哦，嘛拢甲我哥讲啊。好，你，啊，所以你讲的代志哦，马上是解决啦，你着免烦恼啊。怪妈遐尔啊坚持，这无一定啊行了。因为欠人，不管你偌有自信，徛伫人的面头前，都还是感觉家己矮人一截。就参像即马同款啊，欠陆仙阿姨的情分，当时才有法度行了。佮继续安尼，我应该用甚物款的心情去面对明慧？丽妍，你别误会啊，你阿姨不是来跟你讨功劳的。我知，心感谢。没，紧坐来啊，莫遮尔客气。我知影恁几个囡仔拢足乖，嘛真无简单。啊，恁就当作是阿姨家婆，我唔甘看恁遮尔辛苦。阿姨，实在是真多谢，只甲恁为斗相共。啊，不过我今日来，唔来甲恁说多谢，来甲恁为失礼。无完无顾，你回什么事嘞？我着即个代志去牵拖着明慧，搁害明慧受伤，真是嘞。你囡仔真正是袂用偷生，你甲恁爸哦，真正是同款。不管是你说多少，还是回事嘞，我无一句我爱听的。啊，这点哦，也是你讲较够水。做唔着代志才回事嘞。啊，若是真正需要别人斗相共，着欢喜才收。你伫讲客气话。人拢会变了气氛，安尼知无？哥，我总算有毕业着你的所在哦。丽妍，你阿姨的意思是，人活着的时候要靠自己没错，但有时候接受别人帮忙也是可以的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是啦，你千万唔通因为自卑哦，就拒绝别人好意。真正有自信的人，就算讲接受别人好意，也着会心内感谢，好好拍拼。安尼就是报恩啊！哎，乐心啊，讲话别这么直白啊，会伤到孩子的。阿丽，阿姨拄仔嘴讲较紧啊，我甲你回信嘞。我就是希望你会当了解，接受别人好意无遮尼困难。好啦，莫讲啊啰啰等啊啦。哎，好啦，阿丽遮尼巧哦，一定知影我伫讲啥。啊，总讲一句。今仔日大家有这么大的债务，拢是因为恁妈庙会啊要还我钱所引起的，所以我感觉我嘛有责任，所以才会甲恁德善阿伯做伙起来解决。啊，若是明辉，伊是大人啊，我相信伊的选择。就算讲伊为着要救你讲受伤，我嘛无第二句话，所以恁嘛莫想这么多，知无？知，多谢阿姨。明辉真正足幸福的，有这么帅气的妈妈。立功，你这样子说，你妈可要伤心了。哦，我妈也很好了。啊，那是也当哦，卖个提不求人搞怕哦，就搁较好啊。啊，恁都出社会哦，不管是甲头家、同事，还是朋友借钱，啊，加减哦，拢会影响人甲人的关系。啊，我是感觉，恁才拄要开始拍拼，就排这么大的债务，安尼伤忝啊。是啊，现在问题都解决了，你们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。立功，你就好好念书。丽妍，就好好忙出版社的事情。哎，对啦，啊，阮朋友有推销我一份保单，只要先拿一笔钱哦，刷落来五年、十年，期满了后，逐年拢有钱通领。啊，活愈久，领愈多，啊，利息嘛袂歹。阿姨，你就莫甲阮推销哦，我哪有钱买保险啊？
我唔是要卖恁，我是要甲恁买。阿姨，我无了解你的意思。哎呦，简单来讲哦，就是我先拿一笔钱，互恁兄弟去拍拼。啊，然后五年了后，恁逐个月幸福利息啊，我相信哦，再过五年哦，恁一定会拍拼出身价。啊，到时阵还这笔钱，对恁来讲就会足简单的啊。啊，恁就当作是我伫投资。阿姨，你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借用家钱啊？哥，阿姨拢讲是投资啊，你上遐在要创啥啦？哦，原来去用投资的感觉这么好哦。阿姨，我赞成。啊，阿姨。阮妈真无简单，才甲欠你的钱拢还了。我无可能违背阮妈的意思，搁甲你借钱啊！你的好意，我真感谢，嘛真感谢你愿意甲这利息的钱摕倒转来。啊，不过你拄仔提议，我有可能无法度接受啊。好啊，时间差不多，你先走。哎哥，啊你唔去考虑一下？我感觉阿姨的提议足好个啊。阿姨，阿伯。您好，伊感谢。啊，恁刚有机会，我再请你吃饭，表达我的感谢。就安尼啦，你就走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林嫂。哦，好，卡西里。不是小心啊。这囡仔，平看望呢，就别再逼他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我倒挺欣赏丽妍这孩子的。虽然他知道现在没钱，也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，很清楚自己的方向，挺好的。这叫做死脑筋，我报道根本在那听。你要欣赏，你欣赏，我唔欣赏。好啦，卖个生气啊啦。要不要喝点酒？在亚德门。我去传小菜。抓袂，这上班的所在，你是偌希望我把头留啊？你怎来？你别去偷，我带你去。谁啊？去去！你着真正遐尼爱迄个查某，爱到会当无爱伫这个家，无爱伫咱的后世，连家己的前途拢无爱顾心。啊，你讲你爱我，嘛是拢在骗我。我袂当阁哭，为着弟弟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今日一定要甲大伟吼，甲这件代志讲予清楚，叫伊予我一个交代啦。大伟啊，你哪啉到遮醉啦？我毋是甲你讲，啉酒醉对身体无好，你就是无爱听啦。像我啉酒醉啊，我也无醉。林大伟，你别阁假啊！我今日吼，甲弟弟送去妈遐，就是为了甲你问清楚。你甲我起来，你甲我起来啦！啊，你莫一直逼我啦！我过来就快，我足痛苦，你知无？你痛苦，痛苦的人是我吧？你反背咱的婚姻，反背这个家，你甲我起来，你甲我讲个清楚，到底是安怎？你甲我起来啦！文某今麦等你红回头。我先想办法，渡过艰难。明仔等伊无在的时阵，赶紧出门上班。等过两天，伊较冷静的，才会想办法，看要安怎解决。林大伟，你不是讲我是恁副组的女朋友？是安怎？你照顾恁副组的女朋友，连你家己拢抓落心啦？林大伟，你甲我起来讲清楚，林大伟。莫一直卡啦，我困。大伟讲，伊甲因某讲离婚的代志，
已经有一段时间啊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伊是安怎会想要离婚？伊常常在外口偷食，还是因阿母真正无法度搁相处啊？安尼我对伊来讲到底算啥？不管是上哪个门，我感觉是迄句话，我是坏人，永远是你。所以，当你甲伊徛伫我面头前，我也是选择来甲安慰，毋是留伫遐甲伊解释。那是因为伊早就是我的过去啊，你才是我想要守护一世人的未来啊，小英。那是大卫甲我讲的拢是老实话，伊离婚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安尼我甲伊的感情到底是啥？我要继续相信伊无？妈，来。我一杯果冻给你吃。多谢妈，我即马袂枵，我等下才啉吼。你暗顿都无啥食，看你拢无胃口，哪会袂枵？啊，是你人有咧无爽快？无啦，妈。若是无破病，安尼就是甲林先生冤家哦。讲来我听看卖爱，看你是咧冤啥，想对想唔对？妈，真正无代志啊，你莫烦恼吼。来，坐坐，妈有甲你讲。其实我看迄林先生确实是对你袂歹，你若是有佮意，你着爱较忍耐咧。世间无迄种永远拢袂冤家翁仔某，感情着是吼，愈吵愈甜蜜，啊愈吵愈了解对方。恁两个也做伙一阵啊，虽然讲还未结婚，只要伊外口无其他的查某囡仔，你着爱较忍嘞，安尼感情才会当久久长长，知无？妈，我知影，你莫烦恼啦。若无想要讲，就准拄煞。也毋过你也知影，你若是结婚了。不管是受到什么委屈，我永远拢是你的后头厝，你的外壳。妈，有人找我斗三工技巧，是细间公司的，真简单，袂去影响到我的工课。下班了后，搁整理一下就会用的，若做了顺手。就会当摕出来增加一点仔收入，安尼你家个的压力就袂遮尼大。即马咱册店的生意已经渐渐稳定落来，所以咱赚的钱嘛已经有够付店面的厝租。你若是有加赚，家己就俭起来，嘛无能力互你计算啦。所以你家己赚，家己俭，较省的，知无？啊，毋过啊，搁有。爸的小爱型的，你讲若考到研究所，伊就会当去半工半读，所以你就免这么辛苦啊。好啦，时间晚，搁爱上班，爱牛奶爱啉，吼，唔通空白困哦。妈也是真疼惜我的，你讲已经惹真侪麻烦了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，袂当阁予妈为我烦恼啊。
今日真感谢恁大家当来参加这个武林交流论坛，也真欢喜会当邀请武侠小说大师到现场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所以哦，今日版权的代志先莫讲，重点就放伫恁上要紧，嘛想要了解武侠世界。我相信每一个爱看武侠小说的人，拢有家己的武力啦。每一个人拢是主角，唔呐爱甲家己武功练好好，搁爱面对生活内底所有的困难，面对别人恶意攻击挑衅，面对现实内底所有无情的打击，啊唔对，好参照武侠小说内底所有的难关啦，咱就要想办法去面对、去解决。武侠小说作家好咱嘞。那是武侠世界，各用自家的观点，鼓励咱爱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最后就好参像内底自家同款，会当有家己江山。今日是足欢喜，会当邀请两位武侠小说大师来遮，甲咱分享为什么会当用一个笔名，煞创作两个完全无同的武侠世界。有请舒淇老师以及萧亚子老师。我一直拢做清楚你的逆流如何，啊，不过现场看到伊的魅力，又阁是另外一回事。当初时，我就应该相信家己的眼光才对。我哪会当这么意气用事，放掉一个这么好的查甫人？我常常认为啊，我写的不只是武侠，而是江湖啊。一般人呢，喜欢着重在最后谁会成为武林至尊，但是我个人呢，更加喜欢琢磨在一般的人物上面。江湖啊，是一个无规矩、无道理的所在，就像咱的生活同款。上可怕的反派人物啊，都不是邪教的人，等到是咱生活中的困苦。就是讲啊，看起来一般普通的人，他有可能呢、啊，是这一场武林争霸的成败关键。所以，在我的武林世界观里面呢，我觉得你不必是高手，也可以是英雄。正中有邪，邪中有正，道本无正邪，人心分善恶。这段话就是我对武侠世界观最好的说明。我们很难用简单的正邪来区分一个人，真实的人往往都是集正邪于一身，无法偏执在哪一方了。我喜欢写人性对于名利、权势的自我冲突。对我来说，真正的善恶，看的不过只是修为两个字。若是读者能够找到自己的武林，欢迎你们大家尽情地在自己的武林中撒野、狂放，然后成就自我，当然也有可能会变成自我堕落哦。经过大师的分享哦，大家是不是更加了解因创作的基础啊？是不是也找到家己的武林啊？两位大师的作品我都有看，现在就换我来分享我的看法。舒淇老师的作品经过包装哦，伊讲的是侠义，所以内底有足侪桥段甲历史足接近的。啊，萧遥子老师的作品哦，应该是参考家己经验啦，较写实，伊写的是人食人的世界。你若看伊的册哦，就好产生片中血淋淋的味，真正是身临其境啊。一个讲的是善，一个讲的是恶，啊，不过我相信哦，这两个完全无同的武侠世界是存在的。我的英雄其实就安静，啊，不过在台上这么稳健，咋的？怎样？那天哦，为了 B 一，教学外提议啊，刀主意哦，温炭没料。你别想了，你以为丽言是一个你逼他，他就会妥协的人吗？我即马总算是知影，梅花哦，开嘴合嘴，拢是丽言哥，丽言哥。这个囡仔，
确实就有才情的。不知道上次谁说你形象你去，我就无形象，结果现在把你演捧上天了。奇怪，做好恶了，有啥物唔对？无唔对，无唔对，你讲拢对。好啦，你演过你讲。不管你即马是伫个家己武林内底拍拼的人，还是讲你是伫个江湖内底起起落落的人，你即马所做选择，拢会决定你家己的未来。有人讲啊，自欺欺人是道骗，啊，不过嘛，真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智慧，就看你是安怎理解还是判断。所以不管安怎，咱拢爱想专注在家己的选择，做家己人生中家己上满意的武林霸主。在你的当家，我拢想要买一本册本来看。这附近敢有书店？你先别急，我想丽颖和明慧会办这样子的活动，目的就是希望能刺激现场读者的买气。你先挂架。你看，工作人员不是在准备了吗？我猜啊，等等应该就是让现场买书的读者上去找喜欢的作家签名。各位读者，啊，今仔现场会当买小说哈，啊，你若是今仔现场有买，会当请阮的作者替你签名哦哈。啊，即卖会当回家排队，回家排队啦。你哪会遐厉害啊？你又较准准准。你觉得呢？你是不是嘛？有伫看武侠小说，啊，佮有来参加过这种活动。你说对了。我哪都不在，那就要问你了。好了，我先去排队。我会较关心德胜，啊无，拢是较知影我甲伊想。不是，魏家还是啊啊，不用准备，点心啦，赶快去休息嘞。不用不用，老师。啊！你的册今日透早才印出来，一直无寄来给你，恭喜你！想哭就哭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，因为接下来啊，你会越来越习惯了、这种在书上看到自己名字的感觉。杨总编，真感谢你，真多谢您呢。小舅，阿伟给你介绍，这就是肖泽老师。肖泽老师，这位小舅。我不想比甲沾满血腥的手任何关系。我不想比甲沾满血腥的手任何关系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继续追究，不代表你的手是干净的。我就不相信你跟郝才没有任何的勾结。小子作家，为什么要这样说？那小丁是跟郝才搞的什么？唐记者系列，今晚不方便采访，没事。啊，这还用说吗？郝才有什么能耐？郝才只是打手而已。最可怕、最邪恶的是在后面。喝酒吃肉的人，就是我故事中里面写的那些最可恨的人。那位老师，那读者准备要给您签名，来，这边签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对啊，莫为，莫为哈。杨总编，是，我是逍遥子的作家朋友。阿姨跟我介绍你，阿姨讲你是年轻有为，本地我嘛无相信，但是拄则我看你伫个台仔顶讲遐话了，我拢相信。有啦，肖子老师有甲我讲过恁仔啦。来，进来底吼，是阮三个人吼，互阮无良出版商的压榨的作品，阮较无名气，所以吼爱借着。其他人的名字来出册，你先看麦。我对这吼真正做有信心的。李永兴，
武侠出版社上重视的是作品，各位作品就是要读者看到的，名气不是重点。假使杨总编认为阮的作品会当出版，到时签约，任何条件拢随着杨总编，阮甚至吼对版税嘛袂去计较。哦，阿仔，阿恁老云今日伫后壁讲这代志啊？哦，好啊好啊，无问题，请等一下。小蒋，我有重要代志要处理，啊，今日活动的报告明仔载我会放伫你的桌顶。好，对。哎，连椅子作家刚来嘛，只有杨总编啊。啊，拄只拢听到杨总编发你社长啊，国家你还无好社丢面子。即摆少年人哦，愈来愈唔是款，真正拢唔知影敬老尊贤。啊，是讲我社长，我想按时按部，一定有足多关于杨总编的新闻。啊，不过全部半篇是你的呢。还是你愿意跟我讲你甲校才的关系，我会当特别替你写一篇关注度超过杨总编的新闻哦。龙记者，你问我几届拢同款，我甲郝才只有上司跟下属的关系，其他拢无。哈，拍摄。代志若安尼继续落去，根本免我叫有消息，真紧就全部出来。杨丽妍，你这么欢喜啊？吼，规个暗时啊，报纸的头条拢在甲你呕咯。捍卫版权的年轻斗士，作家心中唯一武林盟主，武林盟主，武林盟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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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盟主。像你这款人，无背景，搁散食，凭什么票甲请伊啊？早知道董秋都应该让你死在坎坎，我再不一帮你叫什么救护车？你拢唔知影，今仔日杨总编伫咧台顶的时阵啊，遐个女读者哦，敢那是看到刘德华还是郭富城，赶快目睭拢变成爱心的呢。也搁有啊，遐个男读者哦，只听完杨总编伫咧台顶讲的结语，全部拢起来拍鼓啊！哎呦，我伫咧出版社遐尼侪年哦。超级拜访到遐尼有成就感的文章啊，请各位专注在自己每一次的选择，成为伫咧家己心内上满意的武林霸主。哇，好帅咧！啊，杨总编，请你替我签名，你哦若是成功啊，这签名一定足值钱的。是你害我即马啥物拢无啊！拢是你，像你这种人，就算啥物拢无做，可能我着喘气嘛，互人讨厌。想你我去死！你有看麦啊？一定是迄欧乐杨总编是出版界的刘德华，那恁是郭富城。哎，说啥去啦？我赶紧看。捍卫版权的年轻斗士杨丽妍，俨然已成为作家心中唯一的武林盟主。哇！好啊啦，你袂忝哦？歹势，今日份斗士感觉很了啊，啊，不过会当回去休困了哈。总编。你即摆是毋是歹势，所以赶紧想要甲大家赶倒去厝啊？为着要互你哦，较紧关系别人对你的侮辱。哎，大家，为即摆开始哦，咱若是要甲左边讲话，头一句话一定要甲侮辱才严谨。还有啥物问题？帅气又有魅力的杨总编，请问我敢会当从上好跳槽来武侠出版社？我会当跟明慧做伙用一张桌啊哦。以敏睿智、气宇轩昂的杨总编。到时阵哦，你一定愈来愈无用。你若是要调人的时阵哦，头一个一定爱选我哦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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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小静，看你这个面色，报纸看了哈？安怎？整篇报道自头看到尾，小静你的名字是半摆拢无出现哦。唔知小静你即马做啥物感想？你感觉忍会落？无忍是要安怎？看你要安怎？就算讲甲我未来拢袂定，我嘛会使。非得我即摆已经往配谈配烂啦，惊记者甲我跟踪，干来当过着袂见光的日子。啊，非得都已经安尼啊，我不如甲伊拼啊。我就是看袂惯杨丽妍，这样唱笑。总编。小娟讲了有道理啊！啊，这届活动这么成功，对未来影响一定足大诶。而且咱今麦哦，甲这么侪作家咧接触，咱脚手一定无够。最近办公室这么细间，若是搁要请人你来办公，真有困难诶。啊，不过嘛无其他诶办公室啊。但是今麦发行部分一半诶空间来做使用咧，会的郝经理已经辞职啦，我相信无人会来找麻烦啦。只要甲社长讲一声，应该就会使啊。现在说这么早，到时候需要吃再说好了。哪有口气味啊？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恭喜，恭喜。大三阿弟，你哪会来啊？我不拿来这，我还去会场。我俩正讲恁跟阿三回哪，恁跟我来会场，哪会无跟我打招呼？他看你和丽妍那么忙，就想说让你们专心做事。站在后面，你妈连买个书头都不敢抬起来。她说之前来过公司，她看过她的同事认出来。好，我收起来啊。无甲迄个时阵，我想讲这个太太哪会遐尔避暑，拢唔敢讲话。原来是林慧妈妈。阿姨你好，阿姨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是阿姨，我是阿伯。多谢你今日回呐，林慧拢甲我讲啊。是我爱上啊，卖你说多谢。不然怎，穿了恁的花呐，今日场面哦，才会遐尔好看，遐尔有力。哎，这句我爱听，安尼讲就好啊，咱啥物关系啊？莫一直讲多谢。阿姨，像你安尼讲，你甲杨总编的交情一定真好呀。当然啦、啊，你阿姨妈妈是我的好姊妹啊，啊，我的交情啊是要讲互恁了解，可能要讲三年三年。好了，先别说这些了。今天啊，有带炸鸡过来给你们吃啊！大家来，大家分一下，来，大家分一下哦。哎呀，阿伯，你的行李稳点交完嘞。嗯，今日参加武侠论坛哦，实在是足精彩啊！我总算就知影，一礼拜靠无三通电话的查某囝，到底在创啥？啊，看大家做这么有意义的代志哦，我实在是足欢喜，嘛足感动的。啊，今日早一寡点心来，是要多谢各位照顾阮明明啊，啊，马上是予大家一点仔鼓励。阿姨，你莫安尼讲啊，其实阮拢算是阮导游张光的啦。啊，阮武侠出版社只有杨总编，还佮有明慧两个人。若是要讲照顾明慧人，嘛只有杨总编啦。啊，即摆想起来。杨总编敢那对明慧特别照顾呢？无啦无啦，什么特别照顾？那大家做伙做事啊，互相照顾，互相斗相共，应该嘛。是啦，大家共公司当然要互相照顾。啊，今日这么值得庆祝的日子，啊，无咱就用可乐来代替酒，做伙饮一杯好不？祝武侠出版社新书大卖！妈，多谢你今仔请我的同事吃物件，大家拢足欢喜的呢。
我这是以身作则，我是要跟你安怎做人，甲做代志。嘻嘻嘻，像烤鸡拢有人生大道理。你哟、哦，做我的查某囝遮尼久啊，啊妈妈常常咧甲你讲啊，做代志重要，啊不过做人更加重要。有时阵哦，一箍拢会当救换一条人命。你千万唔通看轻自己的付出，甲用心。我知我知，我听了拢会晓背啊。看你今日表现了袂歹，就歹甲你念啊。妈，阿丽感觉丽人哥伊表现安怎？阿丽嘞，你感觉伊表现了安怎？我想应该是感觉伊表现了袂歹啊。我伫后壁看你看丽人的眼神哦，目睭拢惊死死。哎呦，丽人哥就真正足厉害啊！你都唔知哦，我足崇拜伊的。妈，啊你之前唔是嘛讲你足崇拜爸？是啊，我阁主动叫伊娶我。你主动跟爸求婚哦？是我身体起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恁爸哦，真正真有男子气概。伊甲我讲，这种代志应该查甫人主动。爸好够浪漫呢。啊好嘞，爸安怎甲你讲？伊唔是用讲诶，伊用话。伊伫我涂骹起厝诶边，有两个大人，甲一个囡仔。就是你爸，啊个哥。伊讲要给我一个幸福的家。哇、哦、妈，这足幸福呢，咱拄着爸呢。哦，希望我嘛会当拄着安尼的老公。唱出一首人生的意料。来，明辉，多少有泡茶啊？我倒一杯给你。谢谢。啊，明明空调要创啥啊？皮衣也唔是较紧搭。哎，别挂别挂，这毛巾湿的，放在上面木头容易受潮。是伊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来台北了后，行李物件你拢无提出来，啊，搁有迄条啦。你睏就睏，用遐要创啥？因为就爱你家这当作是家己的厝，你哪就不该这么麻烦？这是礼貌问题。伊就敢那亲像你家己的囡仔，哪有需要这么生分？再怎么说，他是嘉禾的儿子，不是我的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心情无好，你就直接讲啊，莫睏在心肝内，怎约会着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是不是还是一直想着嘉禾，没办法忘记他？是，我这些人都无可能放袂记，因为早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伊陪我行过人生上美丽的时阵。你讲，我哪有可能放袂记？对。你说我问这问题是不是很可笑？以你的个性，怎么可能忘记嘉禾？而且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永辉和明慧的爸爸。你呢，也是蔡家永远的媳妇。阿吉人无欢喜，哪会得笑？我哪有啊？我只是……就算，你嘛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这么久的时间，想在我的身躯边陪伴，想在我破病的时阵照顾我，搁有想在我生气的时阵陪我毛囊出气，想在我出代志的时阵陪我解决问题。这我嘛袂放袂记。有你这些话就够了，其他的别再说了。阿哥，我想听一句话也袂讲，欠你的，我是想还你。哦，我是啊，我连记住你，
我一定会想办法不喝孟婆汤，绝对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。我也不会放不去，心肝内挂念的都会变成后世人的灵魂。你说的没错，心里挂念的会变成缘分。就算我们不小心忘记了彼此，还是会记得当初的约定。医生啊，我这工作好干呐。你工作吼是好玩的，袂歹，就是惊这以后吼可能留了疤痕。假使你有需要，我会使请这个整形科医生吼，甲你看一下，看干啥，甲你处理一下。免啦免啦，小看疤痕无要紧啦。哦，真正是如来。医生，你敢有确定？是。那有可能是如来啦？那安尼啦，谁都是我。其实伊虽然是癌症，啊，不过你的肿瘤不是真大，而且还可以继续治疗啊。我看你开刀成功的机会嘛是真大。爱开刀？我听讲早人得乳癌，那是爱开刀，是爱把整个乳房拢切掉呢。我看你的状况哦，确实需要动手术，啊，不过咱免全部切除。咱只要针对你有局部长肿瘤的所在，咱做局部的切除，然后咱都配合化疗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我无爱切掉啦，不过是切一部分，全部切掉。事实我来把我的乳房切掉，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查某人啊。我无爱切掉啦。不是这样，你较冷静的啦。我有诶病人吼，知影家己得乳癌，伊的情绪拢是甲你同款，拢甲你同款，遮尔激动。啊，不过你爱相信阮的专业啊，吼。我无爱切掉你。这边是我啦，小老师，你在哪里？这今日是很欢喜，会当邀请两位武侠小说大师来家，跟咱分享为什么会当用一个笔名，煞创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武侠世界。你怎么这么请伊啊？现在是我上龙杯的时候，偏偏叫你看到。你别再讲，你别再讲，我这边要睡觉了。我讲你妈嘞。你得到的不是绝症，完全能治疗啊！不过你跟我开刀，你跟我割掉，我是为查某人上重要的物件。既然是你的朋友吼，还是你去劝伊啦。我不需要你同情，你不需要同情我。伊是跟我得到乳癌啊，若是要治好，就必须把我的乳房割掉。我若是真正把乳房割掉，我就是一个无缺陷的查某人啊。到时阵所有的人拢会看不起我。包括你嘛，同款。那是你家己想的，无人会看不起你，甚至我相信你爸母、你的亲人会更加疼惜你。我无需要，我就连一个完整的查某人拢不是啊！我更爱欣赏别人可怜我的眼光，还对我来讲，才是更加残忍。视频，你较认真听我讲好不好？我无爱认真，我无爱听你讲。我的人生，我的未来拢伫无啊！你看我变怎认真？你会当这么理性，那是因为你心内拢无要紧话，对无？你是不是即摆是来偷偷咧想，这一切拢是我的报应？我嫌你善食，唔管你做伙食够的报应。思明，过去的代志就莫阁讲啊，好不？我的未来，我的人生拢无啊！你敢无我提起过去？我的人生到底是阁剩啥？我活咧到底阁有啥物意义？我不如即摆就来。思明。你若真正跳入，真正什么拢无。一个人若是跌倒，甚至是受到偌大的打击，只要还佫活着，就有希望。你着甘愿安尼放弃一切，
放弃对家己的生命打拼的机会。你若真正跳落，唔但对不起你的爸爸妈妈，甚至对你家己拢无法度交代。你讲我阁有希望？我阁有啥物希望？我连一个完整的查某人拢做袂成啊！刚刚对你来讲，一个查某人的价值就遐尔肤浅，我要断绝你一切。我来，你跟我讲啊！当一个查甫人，不是看查某人有外表，这个世界敢不是生了好看的查某人较会得人疼？但是讲生了无好看，身躯顶嘛袂到有任何缺陷，你要把我的乳房挂掉，我保持品要有啥物变化来去？那像咱来讲，遐有缺陷的拢无一个我伫这世间是毋？无法度行看无的，后悔受伤的人，咱无做个活在世间，替家己人生打拼，敢是安尼？我不是这個意思，你来打咧玩弄我。刚刚我伫你的心内，但是一个这么无同情心的查某人。那你就证明给我看，卖用这种缺陷无法度活在这个世间，你有想要跳楼啦？你若真正安尼做，我真正看袂起你。本是救人的所在，医生哪有可能把这人看在跳楼？你叫我又该做，听你的，你会当叫我第一届、第二届，你敢会当叫我第三届？我方世平的人生一条又去啊！我真是人无可能跟你条幸福啊！无人会跟真心爱我了。你无出去，哪会知无？来，你跟我讲啊！你敢去爱钱不如白查某人？喂，你讲白差？我无讲白差。我杨丽妍若真爱情，就算讲伊有缺陷，我嘛同款爱伊。这么优秀佮重感情的查甫人，我当初是哪会遐尼戆？竟然安尼讲放手就放手。我蔡明慧，我想问你哦，你敢有识识征信社？哎呀，你先莫问遐济啦，这代志有淡薄复杂。无，咱明仔中昼约见面，我直接详细甲你解说，好无？啊，好啦，先安尼哦，再见。秀英啊，你甲迄林先是好好阿未啊？阿未啊，唔是我爱讲你啦。咱查某囡仔人咧甲人讲感情，绝对袂当使性地，使性地是无法度解决问题，爱用智慧。妈，我唔是咧使性地啦，只是有一挂代志是无法度忍耐。到底是咧玩啥物啦？敢若足严重个呢？妈，你莫烦恼啊，我家己会处理吼。去功能难搞。你又来找我，快出去啊！秀英，我知影即个算唔对啊，拜托你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？我甲你无话通讲，你快出去。但秀英，你若是不爱原谅我，我就唔走。我讲的拢是真心的，你若是无相信。你要讲一百个、一千个，拢会用。好啦，有啥物代志去外口讲啊？才做成你的所在呢？妈，人林雪是算是足有心的啊，搁走来遮呢，唔通意气用事。有啥物代志好好讲，知无？多谢姆，我一定会甲秀英好好送倒来。秀英，你敢知影？你逐天伫公司删骗我的感情，我的心有偌痛？你也准讲我袂听？啊，你是安怎搞的？迄是因为我讲过啊，只要你还袂离婚，我是无可能继续甲你做伙，所以要莫过来找我。秀英，秀英，我著甲你讲过啊，我已经谈离婚啊，你总还要一点仔时间处理啊，而且你妈妈嘛讲过。叫咱好好讲，莫忘记。那是因为我妈唔知影你已经结婚啊，
因就是知影一定会摕扫帚把你挂出去的。啊，你是安怎无甲你妈讲？你无甲你妈讲，就代表你对咱的未来够希望，所以才啥物拢唔讲，敢是？既然安尼，咱就更加爱手牵手，做伙面对所有问题。你敢知影你在讲啥？你是有太太的人诶，你爱我用啥物身份甲你做伙面对？我著甲伊讲过啊，我已经咧谈离婚啊，是坚持，唔肯签离的。那你又更加无应该来找我。你若是对我是真心的，就应该等你离婚了后才来跟我做伙。啊，若不管你安怎解释，对外人来讲，我就是破坏你婚姻的第三者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秀仪，那是因为我真正足爱你的。我若是无赶紧把你的心抓掉，像你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早就去把别的查某拢扒走去。所以，我才会安尼做。你讲你爱我，煞害我变成别人目睭内的罪人。你安尼根本就是在害我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你莫生气啊，也莫搞好无？我保证，今麦你受到偌济委屈，我将来一定有加倍幸福甲你弥补。你把我的幸福，啊，搁有梦想都毁掉啊！你是要安怎弥补我？我一定甲你好好弥补，好不？一定要想办法，让秀英站在我这边，安尼伊才有法度继续听我的话，继续配合我。秀英，我知影即马安尼对伊要求真无公平，啊，不过你嘛看到啊，伊刚入公司，做人性地有偌歹的。伊只要一点仔小可代志无顺伊的心，就对我使性地，甚至要对我起脚动手。毋若安尼，过一届我赛车赛伫个高速公路顶悬，伊讲用跳车甲我威胁，若毋是我甲伊阻挡，万一若真正跳咧，那是偌严重的代志。伊威胁你，讲伊要跳车？是啊，伊就是上后。在爸面头前，继续是一个好妈妈、好媳妇。还未结婚之前，伊就要求我甲婆仔、甲囡仔交伊保管，阁不准我提起当诱惑阮爸母。若是无照伊意思行，伊就会提囡仔甲我威胁。若毋是为着囡仔，我倒有可能吞忍到今嘛？伊哪会当甲囡仔当作是筹码？安尼今麦囡仔嘞？我就是惊做你情绪会崩起，即马囡仔暂时住伫阿公阿妈遐，伊嘛可能是因为安尼受到刺激，伊讲才安尼总到公司甲你针对，上可怜的，就是囡仔夹伫爸爸妈妈中间，煞煞起来，不管安怎，伊嘛是囡仔亲生妈妈。讲这也无好，只是我真正足忝的。至少囡仔还有你一个爸爸，甲阿公阿妈在疼惜。那你呢？你敢愿意跟我做伙照顾囡仔？我知影你即马一时半刻可能阁无法度原谅我。啊！不过我真正足希望，你会当把我真心收落来。歹势，你的真心我承受不起。秀英，公司那边我已经甲同事讲过了，若是有啥物代志，就针对到我这来。你阁想要我安怎做？刚讲。一定要我死给你看，才有法度相信我的真心。好，你安尼唔睬我，就是要逼我去死。安尼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我今麦就装出去，我啥拢是好。
别痛啊，要死歹小孩啦！你看你是在创啥啦？你若是有啥物死较惨，你爸妈佮你的囡仔是要安怎？你拄则安尼做，佮你太太有啥物无共款？秀敏，我着知影，你佮要紧我，只要你佮爱我，不管有偌危险的代志，我拢愿意替你做。秀敏，答应我，莫佮想歹去，莫佮离开我，好无？你凭啥物安尼要求我？你连你即摆是毋是会当顺利离婚，还阁毋知影呢？你是爱我用啥物身份留伫你的身躯边，还是你要把我当作是外口的查某人？不是，你是我林大伟唯一的太太。啊，不过你身份证拍下来，命毋是我的。迄拢是暂时的，在我心目中，我的太太永远只有你一个。即卡手机，我已经准备足久了。我伫咧等待一个时间，甲你求婚。这是我爱你的证据，也是我给你的保证。哎，创啥啦？我袂当收啦！秀英，秀英，我真正袂当收。秀英，秀英，你听我讲，只要你愿意给我一点仔时间，佮愿意相信我，我保证。我的身份证顶头配有蓝色的名，就是你，杨秀英三个字。那呢，我阁会给你一个足强缘分嘞。我遐等你看咱笑的人知影，你才是我林大伟真正的太太。我这世人永远只爱你一个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杨丽妍，杨总编。你好，我听讲你最近做红，我用听人讲的。无啦，你唔感谢啦。这是香港武侠大师精选集的手稿啦，那是要请恁加印，唔知偌久会好。不过这香港武侠大师的册，唔是拢有大力印刷厂的印吗？啊，是啦。啊！但是因遐负责的是精装版啦，啊，阮出版社吼想要咧同时间出一个较俗的拼装版啦，啊，量较大，惊因遐无法做，无法度消化啦。啊，头家你这若是无法度做，无要紧啦。哦，我找别间。阮当然会当，就算吼爱加班赶印，一切拢无问题。那哩，我先甲你说多谢。若是需要加班吼，费用的部分我嘛会负责。啊，头家我跟你讲吼，因为迄边精装版吼，阮想要用较精致。总编，这是咱顶个月行销费用明细，你看卖。若是无问题哦，你就会当签名，我可以去有会计部审核。哦。这个受理权啊，你看这。上次是三，应该是八。嗯。别错。在讨论公司啊？你哪来？应该是八，没错。在讨论公司啊，你哪来？八小姐，坐啊，唔免啦。毕竟这是公司，讲的是公司，我交你的，要讲的是事实，爱去外口讲。啊，不过今日哦，工课代志小可多啦，也无方便出去。你要讲啥，直接讲就好啊。你爱我千万遍，怎直接讲出嘴？你敢得一定爱我伫外人面头前，我家己的空嘴。爹，你明明都清楚，这件代志我敢来当甲你讲尔，无要紧啦。
你无用你的，我会当伫遮等你下班。总编，看起来方小姐有重要件代志要甲你讲啊，啊，无恁出去讲啊，公司我伫个无问题啊。蔡小姐拢安尼讲啊，你的，那你当出去讲吧。真是的啦，我真正无问题啦。好啦，你无问题。蛮好啦，啊，不过无需要去外口讲啦，会议室无人要用，去会议室好啦。别讲，你讲啊！就一定要叫你要紧蔡明辉。你若无代志要讲，我先无用啊。杨丽妍，你就一定要对我这十年，对蔡明辉才要紧。莫讲你无啦，你连跟我讲话，拢一直看蔡明辉的面色。到底伊是定死，还是你才是定死？还是我来找你，你惊伊的艰苦？阿是，我都约你找你唔去，你是干有未想？那是我的私事，我无需要跟你讨论。好，你唔去是你唔要紧，也毋过我看出来，蔡明辉足介意你，白白拢是查某人，我看一清二楚，无得卡，顶早就一定开始办公室恋情，这是唔敢讲。我搁讲一届无，我讲足侪届啊！我即马无法度予任何人约束，我搁较袂用辜负明慧对我的性命搁付出。所以你就会当辜负我，我过去付出的青春搁陪伴，你敢拢无看？就参照你讲的，那是过去的代志啊。你是不是都惊我想要交你继续做伙？所以你讲的每一句话拢敢若针甲快。你放心啦，我无迄意思。我只是唔知影要安怎，我唔敢甲阮爸妈讲我得癌症的代志。我本来想要甲伊看医生，问我清楚到底是安怎。不过我真正无勇气，我惊我家己袂堪住。我想要找一个熟识的人陪我做伙去，好一点的勇气。我唔是超工要造成你的困扰，是嘞。了，我陪你去便宜行。敢会当？视频啊，不管什么人陪你去拢同款。上尾对抗病魔的人是你，你要为着你家己打拼，才对。我知影，我一定坚强起来。不过，这届是我第一届回诊，我真正无勇气。你敢会当给我一点的勇气？拜托你。你连门诊时间好啊，咱直接约伫个病院见面啊。哎，我咖啡煮泡了嘞，妹子，我不走了。拿嘞，那晚点见。晚点见。总编，你要出去啊？哦，对啊，中岛有一挂最近咧接受影子做啊食饭煞啦，拍视频处理一挂代志，下班进就转来啦。安那？啊，你唔是讲你伫个公司着会用嘞？你唔是嘛讲哦，叫我放心，佮讲有你伫个无问题。蔡明辉真的很弱哎，丽妍哥，你家你问啊，讲也讲不出来，常问也问不出嘴。
你拄好个，唔免啦，我要走啊。那呢，等晚点见。嘿嘿，蔡明辉啊，啊我拄只伫遐哦，就看你。安尼嘞，你安尼哦，会叫来遮散步的人，还是讲哦，你到底是想什么刺激啊？我是咧想讲，还会萌芽的爱情，敢有法度赢过刻骨铭心前女友？啊？你讲啥？哎，杨立哥，你来这里玩啦？午休时间都过一半。我足紧就挂来好无？搁伫遐嫌，当作闲无代志做哦。啊，顶届乐心阿姨介绍我一个股市达人老师，足厉害的呢。我逐天哦，我听伊讲电话哦，我就收获良多。我得要开一寡时间哦，去复习、甲做笔记，所以我就无闲的啊。蔡明慧，你放较尊重的好无？你的青梅竹马甲现任挚友，今麦咧甲你分享合适的快乐，你敢会当较有精神的？你拄则讲啥？说啥子啊？说啥？无重要吼，非得迄股市大亨足厉害滴。还佫有手机啊嘞，足方便嘞，卡电话啊、接电话啊，拢免找公共电话。啊，乐心阿姨事业做遐尼大，你乃唔爱叫伊办一支啊？嘿啦，我有钱哦，一直买一支来试看卖。蔡明慧，你是叫我来遮看你要死不活的样子呢？爱拄只电话讲哦，你要找征信社，敢是真实的？对哦，那是找征信社，我就会当知影丽妍哥甲方小姐去对啊。哦，原来你是要调查阮哥哦。哦，你真正是。不啦，我是拄只在咧想物件，啊，就代志拢倒做伙啊。不准你甲丽妍哥乌白讲啥，那无你就不准你甲丽妍哥乌白讲啥，那么你。就幼稚哎，他成熟哎啦！是是是，我上幼稚，你上成熟。啊，你还袂讲哦，你无代无志找征信社到底是要创啥？就我朋友啦，伊怀疑讲哦，因翁有外遇，还想要找证据，被因翁甲伊讲清楚。啊，我就想讲吼，你专门咧实在奇奇怪怪的人，你应该知影去对找征信社。我哪会听起来无像你要找我斗相共？颠倒你是超过咧搞点啊啊！无啦，我意思是，你甲你学了你吼，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。我才替你找你啊，才去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啊，无代志啊，我要当去做笔记啊。等一下啦，咱会当开讲啊。开讲，讲啦，你想要找阮哥什么代志？你会知啊？拢写伫面顶啊，我哪会知啊？杜家去讲哦，想要知影诗萍姐跟阮哥哦，走去倒位咧。讲着看嘛少哦，我让你讲第二，无人敢讲第一啦。啊，徛伫我这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吼，你较吃亏的哦，有几啊项啦？第一，诗萍姐喜欢哥的错了，不是人拢讲旧爱还是最美吗？因若不是这无的关系哦，早就结婚啦，而且阮哥哦。还很珍惜感情，所以未来变化，真歹讲。第二，我嘛就介意诗萍姐。第三，就是安尼讲。刚才你讲的这两项，我就输个彻底。目前的状况，我已经建议你先做单侧乳房的切除，咱阁配合放射性的治疗，只要确认你的癌细胞无阁摊开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医生拢安尼讲啊，你着好好配合，治疗结束以后，你着当甲普通同款过正常的生活啦，啊，你讲对不？是啊，治疗吼，都有针对单侧乳房。你另外一边的乳房功能拢无受到影响啊，未来你也想要喂母乳，嘛是拢无问题。那是手术顺利啊，啊万一有啥物意外嘞？
医生拄则嘛有讲啊，你的肿瘤才开始尔啦，好好接受治疗，五年有90%的存活率啊。所以嘛是有10%的人无动过啊，而且拄则医生嘛有讲啊，手术有风险，万一倒开了才发现，跟 X 光片照出来状况无共款，要安怎？他们讲你爱为着10%的失败几率，就放弃会当恢复健康的机会。好啦，卡叔哦，你是认真思考才做这个决定，我尊重你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莫后悔。医生，我敢会当看手术了的相片？迄空嘴有偌长啊？医生拄则嘛有讲过啦，迄空嘴就爱看每一个人的体质，啊，佮有肿瘤的大小拢无同，你无一定佮别人同款啊，对不？我想要知影啊！我是要接受治疗的人，我敢袂当知影我要接受的治疗，我的空嘴要佮安怎？医生，我拜托你了，你敢当予我看手术了的相片？好，我会当予你看。啊，不过我先甲你讲哦，我等下摕予你看的相片，拢是一挂较特别的 case， 唔是所有的患者拢会是这种状况。好，我知，我只是要一挂心理准备。整形重建啊，健康较重要，对不？我无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，谁做是我，我无爱做的。啊！是你阿妈，你有感觉较好无？干嘛叫医生来？我不需要医生，我不需要你讲，你就给我一个人在这，等我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天就好。你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配合医生接受治疗，赶紧开刀，愈紧愈好，别的都别让别想啊。你敢会记得，刚才我有一只做家的娃娃，后来叫我谢阿姨，我都无爱啊。你有讲过，你讲就算讲是小可瑕疵，毋是完美的物件，你讲完袂？毋过视频啊，人讲娃娃是无共的，有的人因为意外失去脚手，啊有的人生落来就看无，啊是共款会当过残而不废的美好人生啊。咁是安尼，是别人，唔是我放视频。是我甲你讲，一个查甫人的乳房是为了要哺育下一代，啊，不过即摆囡仔拢有那零牛奶啦，医生嘛讲过，只要你会当恢复健康。就是咱敢若无半辈共款，结婚生囝拢会用的啊。像拄仔迄张相片安尼，你可能查某，你可有可能会改？你这个问题无完整啊！是不是投票我的问题？视频，爱一个人是爱伊的人，爱伊的灵魂，毋是爱伊身躯顶块任何一部。他说是我心爱的人，所以接受治疗，需要开刀才会当活落。我一定嘛会支持，而且会更加用心去爱伊。真的吗？所以你会更加用心爱我？啊，咱的代志已经过啊。我今麦像老朋友、老同学，像在关心你。
你讲话像你冠冕堂皇，你无只是来安慰我呢？像你这款人，你嘛无可能会选择像我安尼查某人，对不？我就不是迄个意思，你为什么要为个人方向去想？因为我讲的是事实，真正不管你安怎想，我有把握你妈一定会支持我。不过即马，我相信连恁妈拢袂爱一个破病、搁有残缺的查某人。思平啊，我爱查某囝，我的宝贝啊！我是叫你莫让阮爸妈讲，你哪会当讲话无算？我刚刚做我感觉正确的代志啊，我无答应你阮妈白养。思平，你这戆查某囝，啊，你人已经倒在家，搁不爱让爸爸妈妈知影，啊，阮若无来，你一个人是要安怎？妈。我不爱开刀啦，我不爱变作是一个无残缺的查某人啊！妈，思平，你莫哭，你莫哭，你放心，不管你变什么模样，你已经完了，是我上水上宝贝的查某囝啦。是啦，妈妈讲了无唔对啦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爸爸跟妈妈拢会陪你做伙来面对，你莫惊哦。又安怎？我也是同款爱开刀，同款会变成是一个无残缺的查某人啊！我看到那相片，真正有够歹看。可是连我家己拢无法度接受我家己变到安尼，那安尼阁有谁会爱我？一个无穷爱的人，活在这世间，阁有啥物路用啊？妈，我无爱啦。妈，思平，你先莫激动，你莫激动。我跟爸爸哦，会想办法，无咱搁找别个医生，看除了开刀了后，搁有啥物其他的办法，只要你会当健康。不管要开偌济钱，妈妈拢愿意开，妈妈拢愿意。妈，你去甲医生讲好无？你讲，我无爱安尼活嘞。我想要跟所有二十五岁查某囡仔同款，我勒无烦无恼，妈。视频，妈你有两个阿伯阿母啊，较坚强好无？我就是无阿多坚强啊，我就是软弱，我就是无阿多接受。想做一定要逼我，想做我一定爱勇敢。我不爱了，我不爱，我不要赶快去死了嘛！视频，你莫安尼，莫安尼好了。好啊！你哪会使伫迄爸爸妈妈面前讲你要去死？你这条命是阮给你的，你都要珍惜，哪会使安尼胡白讲？视频，你莫放弃，为着爸爸妈妈，你较坚强的好不？你妈，你跟我出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无惊无惊，妈妈谢谢，妈一定会救你，一定会救你。丽莲，多谢你同理我。虽然你跟思平已经分手，但是你知影伊破病，还佫才孝敬，这嘛算思平的福气。阿伯，你无需要安尼客气，这是朋友应该要做。我跟思平分手以后就无咧联络啊，会知影伊破病嘛是意外。我今日会伫个病院，是因为思平唔敢家己一个人看医生，拜托我陪伊啊。其实真正需要的是恁啊。你是真正唔捌，点么假神唔捌？视频破病，连阮都无通知，先来通知你。这表示讲你在伊的心目中是真正有分量的。啊，拄只你嘛看到啊，啊，点嘛要死要活，无愿意手术，迄是因为伊惊你无法度过来接受伊。我甲视频今嘛真正是普通的朋友，无可能重新开始啊。啊，敢讲就亲像真实像视频讲的安尼，
你因为伊这个病，啊，无愿意搁甲伊重新开始。这甲视频是毋是有破病无关系？我之前就甲讲过，既然已经分手，就莫搁回头，应该去追求家己的未来。什么家己的未来？无啊，你是交到新的女朋友啊，是毋是？你之前讲你欠债，你需要还债，啊，你搁有心情去交新的女朋友？这个我是毋是有交新的女朋友无关系？这是我一个查某囝，为着你，安尼无爱活落去，啊，无愿意接受治疗，你搁讲甲你无关系？阿伯，你安尼讲伤过沉重啊！视频无愿意接受治疗是伊家己的选择，我只做朋友的，我干会当靠近伊面对家己的病，别个就无法度啊！啊，敢讲你袂使看到过去的情分上甲斗相共一个？为了救视频的一条命，你甲骗，你甲孤情，啊，拢嘛无要紧，是毋是？啊，敢讲伊一条性命在你的眼中，这尔啊无值钱？我知影视频的病对你来讲是足严重的打击，啊，毋过做一个朋友我已经尽力啊。上重要的是视频是安怎选择，这我无法度啊。阿婆，我甲你拜托了。我敢那一个查某囝尔啦，我为着要救伊的命，我救你啦，吼！你哦，甲救一个啦，你爱我，甲你跪拢无要紧啦。阿伯，这慢慢安尼，阿伯，那安尼啦。反正视频哪有啥物满意，我甲伊妈妈拢无想要活，你就当作来救我一家伙啊嘛，好无？多谢你。其实我无把视频一点听我的，啊，不过做伊朋友，我一定尽力靠近。上重要的就是看伊安怎选择。我知。多谢你体谅一个做老爸的心情，你的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。看恁学行学讲话，看恁读册出社会，看恁娶某，看恁嫁，看恁立业成家，看恁有行日是世。路行过，人生无留空白，美丽的一切拢总藏在心底。我袂孤单，因为有恁来作伴，这种温暖的感觉，予我幸福满满。朋友随时来唱歌，唱出一首人生的奇妙歌，唱出一首人生的奇妙歌。想想对对。春风会